严副总统今天上午首先接见了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总会长代表伊斯特朗，跟总指挥代表欧海尔，以及新任的太平洋区总会长唐纳许，并且曾就有关的各项问题广泛的交换了意见。当严副总统接见这批外宾的时候，辅导会主任委员赵巨玉也在座。接着严副总统也在总统府接见了昨天来我国访问的美国洛杉矶医师交响乐访问团的团长古默夫妇，曾就有关医师的各项问题广泛的交换了意见。美国洛杉矶医师交响乐团访问团一行一共有42个人，都是在美国从事医师、牙医以及各类医药的从业人员。这一次他们访华期间，他们的家属也一起同来，他们将在我国停留期间从事讨论会跟研讨我国的针灸活动。